们在今天早晨又再一次的见面，再一次的聚会哦。我不晓得说，我们信靠主，每一个人，除了我们这个信仰之外呢，每一个人有不同样式的获得自信或信心的来源。有的人可能怎么样子，我们会去上激励课程，来产生自信，来告诉自己说 ，Yes, I can, Yes, we can。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有时候过多的我，过多的自我在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怎么样子，会崩解。我们基督徒对我们自己有自信吗？有没有信心？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自信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人。我们的那个基础的话是来自于上帝的话，他引领我怎么样度过每一天每一个状况。这样的信心可以伴随的是我在各式各样的状况当中，我可以面对不同的状况，但是我的心里仍旧是保持喜乐的，而不是怎么样，而不是靠着我的意志力去选择我今天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要喜乐，但是明天就不一样了。明天我可能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或者是一个月之后我的意志力薄弱一点，我面对一样的环境，这个环境不如我意的时候，我的信心、我里面的喜乐，甚至我的自我形象的自信就崩解。那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经文，读到了今天这个经文就是大卫，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说在150篇里面它是其中有几首诗篇里面特别的，比较特别的，就叫做说经是像黄金般一样的珍贵的经，黄金一样般的珍贵的诗句。那我们刚才听美满之是这样子，我们一起读的这一篇经文，你觉得它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下就是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是怎么样，是在一个它太平盛世，非常的整个国度很平稳的状态下有个很好的环境大臣向他簇拥，然后非常悠闲的、很感恩的状态下，跟上帝说这样子的话，说出主啊，我投靠你，我的好处不在于以外。你觉得是这样子吗？其实并没有。我们来看他这一首诗，刚才我们一起读的这首诗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的背景是当时候他是被扫罗追杀的，他过的是怎么样子的环境？他被扫罗追杀，一路追杀红色的那个线的，扫罗一路追杀，甚至从亚兰洞追杀到亚兰洞那边，他得要装疯卖傻之外，从加特到亚兰洞，甚至到后来的那个基拉城那边，在那边的时候，他虽然也有打胜仗，时好时坏，以至到最后的那个西佛下面的红色下面的那个点那边，这首诗歌是在那个环境之下产生的。你看他一路被追杀，被他的王追杀，但是他却呈现的是什么？他却呈现的是我们刚才一起跟美满诗诗看到的那个诗，一起读的诗，没有一句话是负面的，完全都是正向乐观的。我们可以说他的环境是黑暗的，是灰暗的，是没有盼望。你想一个人被追杀，而且呢，那个氛围是让他没有办法活下来，性命不保的。
甚至他也在中间，我们刚才讲，他也在中间哦，在一个城里面，就那一个城里的人有立一些功，但是还是一样，那个氛围他是被追杀的。我们很难相信说，哎，在那个氛围之下，他的生命怎么可以这么说出这样子的一段话？哦，难怪他在诗篇里面列为是宝贵的一篇诗，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可以说他的环境是暗的，但他周围呈现的是明亮的。就像我们在洗底片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现在都是数位相机了。哦，早期你要洗底片的时候，你去暗房里面，哇，暗暗的，但是哎，没想到结果居然是不一样。他是被追杀的，你可以想那个氛围是多么的刺激，里面的夹杂的很多的不安全感、恐惧、焦虑在他当中，但是没有他生命散发出来的，他写出来的，他赞美神的，他不是在太平盛世，在一个群臣向他簇拥之下去赞美主的，他居然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去赞美主的。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哎，我们可能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检视我们的自己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是使我充满没有安全感、没有焦虑？有可能像我们昨天讲，我们的工作，工作职场上，或者是我们的婚姻感情，年纪小的青年朋友可能哇要考试了，我的课业压力。或者是我在学校我的人际关系，今天这个同学看我顺不顺眼，看我好不好，就使我心情起起伏伏，上上下下。那年纪长一点的呢，哇，我们就知道年纪长一点可能担心身体健康之外，又得重新循环开始，担心什么？担心我的小孩，担心我的子女好不好？有没有？有啊，就是我们人的循环，一个生命的循环，不就是这样子吗？这些事情很容易就让我们挂心，很容易就让我们觉得很焦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挂心、这些焦虑，当灾难一来的时候，什么就都取走了。特别是有很多时候，我记得这个礼拜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一场车祸的关系，所以变成他的记忆就只有十分钟。我记得这个礼拜好像有这个新闻，之前也有，但这个礼拜好像又再一次。我们可以想到说，很多时候不预期的发生会使我们怎么样子？会使我们胆战心惊。没有安全感在，其实大卫也是这样子，他怎么样子？他也遇过这样的事情啊。虽然一刚开始他被高利，被撒摩高利为王，然后也为扫罗弹琴，在撒摩记上，为扫罗弹琴，也怎么样子？我们的短宣队演的戏，也打败哥利亚巨人。都有啊，但是他怎么样？他遇上扫罗追杀他，我们讲的那个情绪、那个环境的氛围所对他带来的种种人性的反应，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这一些事，怎么样子？他在牧羊、他在生活、他在放牧生活的时候，小时候还没被高利之前，他在放牧生。那个过牧羊人的生活的时候，他是不是像那个像是祖母短宣队演戏的一样，他必须要去躲避狮子、熊一些猛兽的攻击？要啊，他还没有遇见这些苦难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在小时候遇到这些困难，更何况在长大的时候。在我们刚才叙述的那些逃难的感受，性命所受到的威胁，可能不比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信靠主了，我们投靠他了，
那个感受不比我们少。我们今天不会因为我们投信靠主了，我们的烦恼就少一点，我们焦虑少一点。但是他可以，却可以说出这样子的话，很特别。为什么我们在思考说，为什么他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他可以说出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去想说，哎，他的软弱，或者是他的担心、他的挂虑的地方，他的秘诀在哪？他是怎么样子？他很快的就是投靠主，他不是让那个感觉、让那个氛围去抓住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扰、各式各样的麻烦，但是怎么样子？有没有投靠主？还是我只是每一天，我是基督徒，我每一天，我每一个礼拜来教会跟朋友见见面、唱唱诗歌，很开心？没有，他选的是在他遇到环境的时候，他也跟我们一样遇到环境，甚至遇到更大的环境、性命的威胁，但是他很快的转向是他投靠主。以至于他怎么样子？他很快的，当他很快的转向的时候，他可以说出这样子的话：“我的心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刚才讲了，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是他在太平盛世上主献上感恩的，拥有一切的权力的时候，跟主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在那么贫乏、在那么逼迫的环境之下，他说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就是大卫的情况。我们可以说怎么样子？我们可以说他在困难的当中，他怎么样？他在困难的当中，他向上帝去支取恩典，以至于他可以在很软弱、很危难的时候，他的生命不断的去经历主。他经历主什么？他在遇到危险，我们刚才讲的，不管是小时候，不管是被追杀的那个氛围当中，他遇到了什么？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主是他的什么？知道他的主是他的保护者。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保护吗？他软弱的时候，他没有力量的时候，他知道主是什么？主是他力量的来源。我们不是神啊，即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时候都会面对困难，面对缺乏，面对不足，面对没力的时候。不管你信主多久，一样的，我们都会面对到我软弱、我不足的时候。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哎，我所信靠的主是我力量的来源，他是使我怎么样子？他是使我重新得力的。当我沮丧、我软弱、我看不见前方的道路的时候，就如同大卫他所说的一样，他在那个被那样子的氛围包住的时候，沮丧的时候，但是看不见的时候，但是他却做这样子的宣告，做这样子的赞美，做这样子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怎么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哎，我可能就被那个环境胜过了，但是没有。大卫因着他知道上帝是他的保护，是他的力量，是他的来源，是使他重新得力，所以他的生命不断不断的被扩张，以至于他从一个非常平凡的牧羊人、小牧童，上帝一步一步带领他成为我们所知道的大卫王。这是他的生命。我们来想，
时候，我是不是我来到教会聚会，我也祷告，但是我并没有很真实的交托，我还是看我眼前的环境。大卫的环境，我们今天读的，他没有一句，他的环境是非常的负面的，可以置他于死地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一个所有的经节，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也祷告，但是我有没有真的交托？还是我只是跟随着啊？没办法，我就是礼拜天时间到了，我就是得来教会，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发自内里心里的去交托？我觉得圣经非常的全面性，非常好。他说什么做？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我们有没有知道，上帝顾念你，上帝顾念你所忧虑的，你的忧虑上帝都知道，但是你有没有在这当中，你做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依靠他，完全的信靠他，以至于你的安全感是怎么样子？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神，你的自我形象，你的信心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外在环境，或是来自于人。有时候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还是抓着人，不是抓着神的，是吗？有时候有可能，我们去思考一下，我虽然是基督徒了，但是我还是看外在的环境，我还是抓着人，我不是抓着神。但是大卫的环境，他却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甚至他说出用别的上帝、用别的神去代替的，会愁苦加增。有时候我们去思考，我没有拜其他的偶像，但是我的偶像可能是一些东西，我怎么样子，我孤单，我有忧虑，但是我怎么样子？我有压力，但是我跑去做 shopping 来满足我，来卸掉我的压力。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不是把我的压力完全的在上帝的面前去卸掉，我用购物，我用其他的方式来满足我自己。以至于，我们有个人有不一，可能有的人比较更严重的，就会成为症状成瘾症，各式各样的成瘾症，没有真的是将忧虑、将我所挂虑的焦虑的不安全感去卸给上，去卸给神。我们也可以说，大卫怎么样子？大卫他因为他懂得分辨，就在他还没有成为那个这个应许，那个上帝对他的应许之前，他在我们讲的那个环境的分，他就这样子去做这样子的确认，去做这样的宣告，也这样确认也好，在于怎么样子？我们说他在于他分辨。他们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他讲的不以别的上帝、别的神、别的方式、别的信仰来取代他，他专心一意的信赖上帝是他的拯救者。我们如果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可以了解到，他被追杀的时候，上帝也为他开路，也帮助他什么？什么时候帮助他？去到那个亚兰洞躲起来的时候，甚至在扫罗怎么样？扫罗有几次在他的手上，他可以也可以治扫罗，取扫罗的命，但是他没有用人的方式，
他是专一的信靠主。扫罗在如果有读撒母耳记，我知道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就是圣经写大姐，就是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可以取扫罗的性命，但是他没有，甚至怎么样子？还有一次，扫罗在睡觉的时候，就这么近，就在这么近的范围之下，他可以取扫罗的性命，但是他没有，他就是专一的信靠主，说主，你用你的方式，我投靠你，我信靠你。因为他怎么样？他认为扫罗是王的被膏者，他用专心一意的方式来信靠主，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我的主，我的神才是我唯一的帮助，不是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氛围，并不是。他很专心的说，我的主是我的帮助，以至于他可以进入到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他还没有得到，但是他以至于他可以很确信的进入到这样子的自信信心里面，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可以去想说，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这首诗我们可以从内心自省的方式，我们可以想说，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来讲，得保守，得保守，其实我们可以慢慢去想说，其实他就是一种听从上帝的话。我们刚才有讲到说，他是专心一意的信靠主，他可以取扫罗性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认为扫罗是也是上帝的被膏者，他没有这样做，他是听从，听从的意义在原文里面有什么？听从的原文在原文里面，其实它有一种是一种谨慎、遵守的意义。我们可以去反省，他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他居然可以这样说，不就是？他在那个氛围之下，他依旧是信靠主，而且是怎么样？谨慎。都是我们基督徒会认为说啊，主给我恩典够多够用，我们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轻忽，我们知道有一个盼望的结果，有一个这样子的美好的结局，但是我有没有在里面去谨慎持守他的话，持守上帝的原则？我在我的职场上面，我在我的焦虑没有安全感，我在我的遇到的子女的健康问题当中甚至在各式各样的比如说感情当中、情感当中、婚姻当中，我有没有去持守一个从上帝来的法则，从上帝来的律去保护我，去遵守它，以至于我可以进到那个保护，进到那个氛围还不是不如意的状况下，但是我可以很确信的这么说，因为我顺服了，因为我谨守，因为我在这个样子我还是依靠他。上帝都是祝福人的，但是我有没有去这个态度去回应他，这是我们要自省的这首诗我们可以内省的部分在这里，以至于他可以到最后，他是一个光明，它是一个正向，它是一个欢乐的场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说因为他的自省，他的德容保守，他在那个环境之下，虽然是知道上帝，他到最后我的盼望
我的结局的末了是好的，但是我在过程当中又没有随时提醒我，上帝是我的帮助，上帝对近前的人是怎么样子，不会使他怎么样子。这一句经文也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下到坑里面，但是不会离弃你的。新约也这样说过，新约也是这样说过，我必不撇弃他。我告诉你，任何的事物，再怎么好的关系，夫妻关系也好，再怎么好，有可能有一天我们都会消失。但是上帝用这样子的话告诉我们，我不撇弃。刚才我们是一个内省的比喻，这个是怎么样子？这个在内省之后，我是往前看的，我是向前看，我是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盼望，以至于我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我还是会有那种一种从上帝而来的快乐，一种福分在我的里面。我们常常说这一画面，其实表达我们常常生活他讲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会导自我的方式会导致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常常会有时候是自我为意，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过我的生活。即使我是上帝的儿女了，我有时候还是会这样子。但是过自己的生活没关系，最大的下场到头就是我们这个画面。上帝对我们最大的处罚就是任凭己力，任凭上帝不给我们怎么样子，但是任凭我怎么样子的时候，就会有那个。但是如果用神的方式，他引导你，一步一步的引导你，但是却有无尽的盼望，而且在这引导过程当中，你不会被那个氛围所绊住了，因为你里面就像经文讲的，你里面有一个平稳、安稳、自在里面，以至于你可以过一个得胜复活的生活在里面，甚至有盼望的生活在里面。我们可能现在已经秋天了，十月年终到了。可能年初的时候，你跟上帝说什么？你跟上帝说，我今年我要在你里面去完成什么，或者是我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也许年终一年再过两个月，日历它很快是就没有了。但是你要不要透过这样子，可能事情还是没有果效的时候？你要再一次的去告诉神，去学习大卫这样子，我来信靠。下一张 PowerPoint。我们可以说 ，OK， 好，我们可以说，有时候你的环境氛围可能没有盼望，有可能小孩子并不如你的意，不是那么美好。你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环境里面，但是上帝用他的方式，你愿意去信靠他。我们看这小孩，如果是父母生养到他，你觉得会有盼望吗？没有盼望的，完全没有，怎么会有盼望呢？但是他的父母怎么样子？他的父母选择什么？
选择上帝的话语成为他们每一天的帮助，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方式去信靠他，去成为他每一天的帮助，也成为教养他的小孩子。所以使他们怎么样？所以使他们所受的苦难所受的方式去蒙引导，以至于怎么样子，他可以成为一次又一次的信息是多么激励人的这个我不用讲是谁，是他的信息是多么激励人。他可能不用讲话，当他上台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可以激励人。可是呢，如果我们一刚开始没有像诗篇的第一篇的二三节讲的说，怎么样的人有福了？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有福了，因为他要按时结果子，而且叶子也不枯。我们讲的他的父母，还有这个小孩子，他所成长的状态下，他不遇到这样的情况吗？他不遇到这样的情况吗？以至于我们可能有下一张画面，我们都知道，他的生命不只是为他带来不一样，甚至是怎么样子，是突破的，是有一个超越性的眼光，超越性、延续性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我们 PowerPoint 的第三章是他的生命是一个延续，是一个超越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可能有不一样的环境氛围，不一样的生命问题，但是怎么样子？但是你愿意向主说，主啊，我信靠，不是做礼拜的基督徒，而是真的是里面的我信靠，就如同大卫一样，他在受逼迫的时候，他在希伯旷野的时候，有患难，有恐惧，有缺乏，面临死亡，但是他怎么样子？他不是写哀歌，他是写得胜的歌。他是写得胜的歌。我们是不是以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这一个诗篇的这一段话，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主，我信靠你。我们一起来用回应诗《你真伟大》来向主说。有的人在丰盛饱足的肩膀下向神感谢，有人可能现在大卫在旷野当中，但是我向神献上感谢。我的问题不会比上帝的全能还要大，没有。Thank you.
放最后两张。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神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因为完全都被问题所掩盖住。但是要不要去思想？我们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的神是怎么样子带领我的？别人可以，我也一定可以。哦，我们从刚才的那个 Power 的第一章，那个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尼克弗舞者？他怎么样子？他的小时候，他的父母，他的成长背景，多么困难，但是他一次一次胜过，以至于到最后第三章，他的生命延续了，有一个超越的眼光，超越的盼望，永远的福乐在他的里面，哦，不是吗？如果他的父母选择的是用一般的方式放弃，我们不可能可以看到中间的没有。他在第一个阶段，他在那个氛围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用诗篇16篇这样的话，不断的去做自我生命的宣告，自我生命的帮助。内省也好，再往前看也好，以至于他可以变成一个得生命延续的神。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做一个聚会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要做一个主啊，我信靠你，无论我的声音是大的，是强壮的，即使我的声音是微弱的，跟主说，主我信靠你。但是主动说一点，当你做这样子的呼求的时候，他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引领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去经历，甚至将来是一个得胜有盼望的生命。我们一同为这样子的话语彼此勉励，感谢神。